烤肠活动最后一天，截止到明天啊。多送五根，没拍的赶紧去拍吧。老好吃了，老香了。眼睛脸今天有点肿，没睡好。你吃了这个烤肠，你就觉得市场上卖的那个火柴盒烤肠都不好吃了，真的。嗯，我弄开凉凉，品质嘎嘎的，味道也好。